一口气你呀、啊，祝你棒棒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动了，幺幺来陪大家过新年啦！除了分享过年好玩的事之外，现场到底做了什么，又让他这么崩溃？赶快继续看下去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，新年快乐！幺过年了，干嘛？吃吃睡睡，赌赌。你自己赌人是好的吗？好，就是好玩。我外婆家比较特别，是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抽奖活动，大人们捐那个红包，1000块、2000块、3000块，集中在一个盘子里，那里面可能就会有个1-2万左右的钱，然后再分成小红包，所以赢家可以把最大的红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神奇，通常大奖都是刚结婚的、怀孕的，很少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人拿到。结婚怀孕是大好事，不过在过年期间，如果遇到恼人的长辈催婚场面，瑶瑶老师教你这样回答：不要问，你会怕。那过年不要问这些敏感的问题啦，就请长辈们可以多担待一点。有些事情我们晚辈心里知道，但是可以不要在大家面前问，就给晚辈一点面子。所以现在瑶瑶回家会被催吗？会有长辈说希望你？哦，没有，完全不催耶，没有人敢催我，谁敢跟我提这件事情？胆子应该蛮大。原来是想问不敢问的概念，而聊到过年必吃的美食，瑶瑶最爱这一位炸年糕，甜的炸年糕，太爱了。因为我们家习惯的话是水饺里面会包一颗坚果，因为我妈会包红包，然后吃到水饺里面有坚果的，就可以把你红包拿走。以前这传统是放1块钱，对，太脏。过年红包不能少，我们当然也贴心的准备好啦，红包袋要不要有钱。有话送给粉丝当礼物哦！过年一定要送大家一些礼物，所以我们决定，我可不可以塞钱就好，不要写字。我手在抖哎！你要转正，不要走掉。我就是觉得还蛮幸运，还有没有觉得是别人的痛？我们把一些旁边的人有一点笑得很真心哦！天哪！我们刚刚一张在花三分钟左右。我高中念那个电机啊，那不就白花？我，你要这样说也是可以啦，因为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。要帮我们拿？耶，完成！祝大家就是猪年可以不要遇到猪队友，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工作上，任何事情都不要遇到猪队友。对。然后可以当一只开开心心的小猪，大家快多吃一点当可爱的小猪吧。